他们是都市里的热心人。别冻坏了，我把大衣给您披上。你们来到这个城市，是你我身边的好榜样。你们不拿这儿当家，这儿怎么把你们当亲人？哎，你这不是有手机吗？你啊，没电了，没电了。您不是有手机吗？欠费了，欠费了。产生一段人间的真情故事。综艺喜乐会为您带来未来的新人的快乐生活，应该接受良好的教育，这是咱们共同的责任呢。在这不能叫萝卜，就得叫在生命的长河中最令人眷恋的是爱的美好。对，我看都是萝卜开会。人家公安那身衣服好看呀，咱这身衣服也很酷啊，穿上咱这身保安服，陪伴挫败时的失落，共享成功时的喜悦。聚焦人生最珍贵的时光，汇成一曲美妙的生命之歌。我兜里就200，我最多给哥拿100，先付10块钱首付，哥。静静的开花结果，分享爱，守护爱。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，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，我不愿意。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，跟公主牵手幸福。七个白雪公主啊，和一个小矮人。问我干嘛的？我是研究所的。什么研究所？就研究这把箱子这锁的。甭误会啊，这箱子是我太太的。哎，我回来了。太不像话了。我不说好了吗？今天下班我要接你去吗？这么热的天，你中暑了怎么办？来来，喝点水吧，啊，喝点水啊，嗯。哎，我说，啊，你拿着那个干什么用啊？啊啊，没事儿，不是我就是想搞点研究工作。哦，啊，是这样的，刚才临时告诉我啊，晚上有一个宴会。啊，让我告诉你，穿上西服一块儿去。又是饭局啊！不去，不去，人请你了。你是大明星啊，文艺界的大腕儿啊，立大腕儿，走到哪儿都能引起地震来。掌声、笑声、鲜花留名，百忙，我在旁边干着。以前我就知道啊，这个人啊，这忙起来特累。现在我才明白，闲着比忙他妈还累。啊，你说这人亏不亏心呢？咱俩每次出去，不是都把你先推出去吗？啊，对，反正推出去也是一种无奈的真诚。以前怎么介绍咱俩？一介绍，哇，这位是阿拱的太太。现在呢？一介绍，哇，这位是丽萍的那位。哪位啊？我叫无名氏。哎，我说，你别跟自己较劲了好吗？哎呀，我呀，现在是出了点名儿啊，出大发了。这也不是你的希望吗？我走的每一步，不是都有你的帮助，你的营造。目前我现在出名了，你应该感到光荣啊。这军功章有我的一半，也有你的一半。老词儿啊，换点新的啊。讨厌，我出了名怎么着？你还后悔了？我无怨无悔。你说呢？不完全吧。难道我还对你有所保留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是。怎么着？今天你怎么？我不在的时候，你把它打开了。没有，你侮辱我。我是个堂堂正正的男人啊！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会干这种事情？再说我也没钥匙啊。你可以用你手里那东西把它撬开呀。我不想。我怕伤害你的感情。那我太感谢你对我的理解和尊重了。我们俩虽然是夫妻，但是我请求你，让我在我心灵的深处能拥有一块我自己的绿洲。什么？哎呦喂，多险恶呀！啊，居心叵测呀！咱们家同共才多少平米啊？你又划出一块绿洲去，那就殖民地，知道吗？说这事儿咱俩也别犟啊，
这个事儿我会慢慢慢慢的告诉你的。你怎么不快快快快的说呢？我跟你说心里话。嗯。我自打搬了箱子以后啊，我就坐立不安，成风成功，一天都没有安生过。我有时候时常从噩梦中惊醒啊。这不是一箱子，这是世界恐怖组织埋在家一个定时炸弹啊！说不定什么时候那小子外边一遥控，我这就引爆了，这就。我说，亲爱的，真的像你想的那么严重吗？你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呀、啊。哎呦，那这个问题好办。哎，你把它打开吧。我打开吧。哎呀，我不能看你这么难受。来，很简单。是你怂恿我打的。我愿意。啊，尊敬不如从命。亲爱的，嗯，咱商量点事儿行吗？什么事儿？你给我找两门速效救心丸来。哎呦，你瞅他这点起子，我是不是给你带点烧酒来呀？是啊，酒壮怂人胆。嗯，对了，你以为我承受不了吗？哎呀，你拍他干什么呀？有什么了不起？这里边不就是装了几封情书吗？表达了那种不成熟的海誓山盟，充其量几张发了黄的照片，都是些令人作呕的 case。 一个感情丰富的男人，谁还没有几个令人难忘的过去啊？这么说你曾有过了？不敢说是个娘子金莲，起码也是个八女投江吧。嗯，真的。不过没有留下任何作案的凭据，死无查证。哎，美国中央情报局厉害不厉害？嗯，拿我没招儿啊。哥，这道还挺深的哈，还真没瞅出来。开得开吗？开不开？嗯，那是我的车钥匙。多黑吧！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女人比男人更凶残。你根本就不会向我表露真诚，你根本就不会向我敞露心扉。我告诉你，这真钥匙你就不可能拿出来，谅你也不敢。怎么着，你今天非要看这箱子啊？你果真要看？嗯。好，我今天真的成全你，拿去。这不是咱大衣柜那把吧？哎呀，我说你那手怎么直哆嗦呀？看清楚了，这叫哆嗦吗？这叫颤抖。我不打，你把它打开。我不打。朋友们，观众朋友们，你帮我出出主意，这箱子我打不打？无非有几种可能。第一种，这里边确实藏了那些不堪入目的东西，他想向我敞开心扉啊。敞开心扉我怎么办？求得我的原谅，我心眼小，我不会原谅他。还有一种，他真有个相好的，他们俩商量好了给我下个套的激我，我不会就范。要是离婚，我得让他先提出来，分财产的时候占上风。再有一种就是箱子里什么都没有，坏了，我真把箱子打开什么都没有，我丢多大人，我一辈子都直不起腰来。对，我说什么也不能打开，虽然我爱他。哦，亲爱的，没事了。哎，给我钥匙的同时，你已经打开了我的心扉。嗯，谢谢。我跟你参加宴会，我去穿衣服，好吗？好。哎，好。哎，你说朋友们，像这样的男人多累。你说我这箱子里有什么呀？啊，有什么呀？什么也没有。你们好好看看。哎呦，不，家丑不可外扬。您好，这里是梦幻家园售楼处，我是蔡小姐。我是张总，我严重警告你。为什么呢？试用期俩月了，你有业绩吗？
你卖出去过一套房子吗？为什么呢？问你自己。为什么呢？今天下班之前，你要再卖不出一套房子钱，你就给我卷铺盖走人。为什么呢？有人吗？您好，我是蔡小姐。少来这一套。为什么呢？我是这儿的业主。你们的房子有严重的质量问题，这事儿你应该去找物业呀。可物业让我找你们呀。为什么呢？我哪知道为什么呀。我告诉你，我知道你们是一个公司的，你少给我来回踢皮球。我们家所有的水管子都在漏水，你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修？对不起，施工队回家收麦子去了。六月份你说他们回去收麦子了，这都过年了，怎么还收麦子呀？他们又回去种麦子去了。这，他们能快点回来吗？啊，我们家满屋子都是水，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。为什么呢？你十万个为什么呀你？你能行行好，按照合同上的规定给我们家修房子吧你？为什么？看合同吧。翻到第五页第55条。这哪有55条啊？给你。干嘛？在缝里。如果业主单方面认为房屋质量有问题，开发商将在他们方便的时候进行维修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说开发商现在不方便呢。那开发商100年都不方便呢？不会的，您的产权只有70年。别着急，施工队马上就回来了。行了吧，你们说这些话谁信呢？啊，我买房子的时候你们说这院子里边有100多棵参天大树，在哪儿啊？在院子里头呢。就那么几棵小树苗啊，这不仔细看还以为种了一排葱呢。您别着急呀，100年以后他们就长成参天大葱了，大树了。还有你们广告上画的小区的天空中飞着天鹅，池塘里边游着鱼，这鱼呢？天鹅吃了。那天鹅呢？吃饱了飞了。怎么全让我们赶上了啊？巧了。买房子送家具你们送了吗？您买了吗？什么叫我买了吗？您没买我们怎么送啊？不是，你们怎么个送啊？就是您在家具店买了，我们给您送家去。你们这是欺骗。为什么呢？你知道吗，我们顾客就是上帝呀。上帝你好。我们业主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。爸爸你好。爸爸你疲惫了吗？你叫祖宗也没用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不给我解决问题，你信不信我让你一套房子都卖不出去？反正我也卖不出去。您喝水吗？我不喝。为什么呢？你又来了你。您好。哎，你好。我是蔡小姐。哎，你好，我是想在这儿给我爸爸选套房子。啊，这不刚看了广告吗？家具是运送，不是赠送。鱼让天鹅吃了，天鹅吃饱了飞了，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。有病吧？那个，不是天上一脚地下一脚，说什么呢？不是，先生，你听我说，买房的时候他把你当亲爸爸呀，你房子要是出上一点问题，爸爸，女儿都没法工作了，爸爸，爸爸，不是谁是你爸爸呀？我爸爸有老年痴呆症。啊，你才老年痴呆呢！你可又糊涂了。别，报纸，干嘛？啊？啊，嗯，啊，我爸爸也是老年痴呆。哦，我想在这个楼盘呢给他买套房子，啊，可是他嫌太贵了，不让我买。是不是看着谁都跟谁说千万不能买房子？对，跟我爸爸这症状一模一样。太好了啊！太巧了呢。多好的老人。嗯。老人越是这样，我们当儿女的越应该尽孝心。哎，先生，你给我这报纸让我看什么呀？那不是给您看的啊，是让您撕着玩解闷的。嗨，你早说，我还以为这里边有什么新闻。嗯，我不是老年痴呆。不是。妹妹，
这样的老人绝对不能呛着，得顺着。哦，瞧我的，您放心啊，这房子我肯定不买。这就对了，是不是后边交款签合同？啊，不，你干什么去？我上后边瞅瞅。你千万别上当啊，爸爸。大兄弟，我真不是他爸爸。大哥啊，您是我爸爸。去了，哎呀，谢谢您的帮忙，哎呀，您简直就是我的吉祥物啊！戏演的不错啊，我是你爸爸，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男朋友啊？太老了，你演我也演，我今天还就不信治不了你了，我今天。吉祥物，你热了吗？我给你扇扇吧。你扇也没用。吉祥物，别生气啊。吉祥物。这售楼处吗？你好，我是蔡小姐。能打折吗？不能啊。没问你。你是经理吧？哦，他不是。看见你给他拍马屁了，这家三的。小蔡，这个客人由我亲自来接待，你被解雇了。为什么呢？拍马蹄子上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和本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先生啊。眼光不错，我是这儿的经理。哎，你好。我们的房子不卖了。不卖了？不卖了。不卖了？你呜呜喳喳打啥广告啊？我老年痴呆呀，吃饱了撑的你。先生，请留步。啊，既然我跟这个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了，我就可以说实话了。啊，您知道他为什么不卖您这套房子吗？咋回事？因为他要涨价。嗯，不是，我没要涨价。那你卖给人家呀？我不卖。为什么呢？不，为什么不想卖？还是要涨价？我没想涨价。那你卖给人家呀？我不卖。为什么呢？我想涨价。说实话了。我没想涨价，我的意思就是不卖。我听见了，我听见了。奸商，大哥，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奸商。看准了，就那价，两套，全款，敢涨一分钱告你去！是不是后面交款签合同？大兄弟，奸商闭嘴！这里的三楼十八万，这里的房子要卖完，这里的。售楼处漏水了！哎呀，这老天爷开眼了，售楼处都漏水了，我看你这房子还怎么卖？哎呀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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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真是踏破水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可找到了。这房子可太好了，漏成这样还好啊？当然好了，不是这漏成这样，你这怎么住人啊？漏成这样住人啊？你老年痴呆？我当库房。漏成这样你怎么当库房啊？您知道我是干嘛的？干嘛的？倒腾海鲜的，全是活的，离得开水吗？手雷哥，你打听打听，漏下来的水不收水费吧？哦，绝对不收。四套。老天爷真的开眼了。来，为什么呢？我老年痴呆啊！要不然我花钱给你修房子吧。我不要，你要真想帮，我就把我那个漏水的房子倒给那个卖海鲜的。好啊，有多少要多少，朵朵一散全归我吧。为什么呢？你看这什么？合同。这什么？收据。加到一块叫证据。这知道我是干嘛的？倒腾海鲜的。那是业余爱好。
专业呢？专业打假的。大哥，我得说你几句啊！辛辛苦苦大半辈子攒这俩钱儿，你就买这么一水帘洞，你还找他们理论？他们嘴里边有一句实话吗？有。哪一句？哪句啊？我真的姓蔡。废话，咱得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嗯，看嘛，法庭上见。看嘛，法庭上见。为什么呢？楼了，怎么还放这曲子？哦，音乐放错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哎，都给我精神着点儿。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，招聘慈禧当跑堂，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，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？传38号老太太，过堂。过堂？啊，不是那个，上场。哎，精神的。想当初，啊，我是民兵排长。哎呦，这个民兵排长，同志们好，老太太好，同志们辛苦了。先别啰嗦了，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？愿意。嗯，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，也想开个大酒楼。好，开发旅游资源。我到您这儿打工，我不为赚钱，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。哎呦喂，录取录取了，那我就谢谢您了。甭客气，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。咱们干活吧，说干就得干。哎，都给我精神点，准备开。嘿嘿嘿，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？麻布。嗯，软和。吸水，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样？哎呦，先别着急干活哎，让老太太开开眼。走，瞧瞧瞧瞧，哎呀，嗯，这闺女真俊呢，漂亮吧？这旗袍也好，哎，啊，这麻布太小了，来换我这个。人家那是手绢儿，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。我也穿这个。嗯，你跟他们的不一样。我说的呢，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。对，带老太太试衣裳。上哪儿试？后边去。里边请。哎呦，老太太，接电话。喂，你好，我们是太后大酒楼。对，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。是物价局的。什么事儿啊？让报菜价。就说我不在。哎，我们经理说他不在。他撒谎你都不会撒。没，我不在。不，他不在，我是他女秘书。您放心，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，物美价廉。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再来电话，谁也不许接。哎，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？衣服穿好了吗？穿好了，请。真漂亮。哎呦，您别抖了这麻布。哎，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。哎呦，我老人家，快请坐快请坐。哎呦，真是没想到啊，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。谁？慈禧。慈禧？嗯，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。炸！不行不行不行，我是8辈贫农啊，它的成分太高啊，我不装这个。哎呦喂，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。实话跟您说了吧，
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，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，那就更不幸了。怎么着？有文件呢。不许三陪。哦。不让您真陪着吃，就让您在边上站着，给他们当解说员。哦。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啊，对，人家吃着我看着啊，对，那这慈禧不惨了点？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？我啥身份呢？我不告诉你了吗？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。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，我不都明白了吗？什么身份？我就是那托儿。对，您就是那托儿。对外别这么说，你怕啥的？那电视早就曝光了。卖布的有布托，卖袜子有袜子托，卖鞋的有鞋托，我就是那饭托。饭托，真明白，明白，这早就明白了。好好好好，业务训练开始，上菜。哎呦喂，老人家您请看，这是啥？宫廷御液酒，皇上喝的。对呀、啊，我能闻闻吗？请。香香吧，像二锅头。什么叫像二锅头啊？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。哎，胡说！什么二锅头兑水啊？到了这儿了，就得叫宫廷御液酒。哎呀，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、啊？180块。哎，这就卖180块。哎呀，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？老太太，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。再看这道菜，这是啥菜？群英荟萃，皇上吃的。那个白的呢？白萝卜。多嘴！什么白萝卜？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，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。那绿的呢？宫廷青萝卜。这红的呢？宫廷水萝卜。那这黄的我认识啊，是宫廷胡萝卜。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？哪儿啊？80。这卖80啊？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？不跟您说了吗？在这儿不能叫萝卜，就得叫群英荟萃。哎，群英荟萃，我看都是萝卜开会。别嬉皮笑脸的，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？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，我告诉你，这东西都大补。那皇上就拿萝卜补？啊，对，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、长生不老呢？也不尽然呐。怎么着？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，还有那先锋光绪，你算算。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？你拿他们比什么？你怎么不看看我？我怎么这么精神？你也补？哎呦，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，我是大补啊！哎呀，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。我这两天赶上减肥，那倒是减呢，倒是补哎。犟嘴！你是总经理，我是总经理啊。那你是想不想在我这儿学？想。想学照我教的练，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。总经理，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。啊，走。嗨，好好练着。真是的。我练你奶奶个嘴儿！我在你这儿要是毕了业，那我都成绑票的了。说啥呢？是说公公听着。喂，我是慈禧。哎，不是，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。尼勒是物价局。我跟尼勒说呀，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，都是他们呢。菜价是黑呀，真黑呀。我不行，我要走了，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。啊，尼勒要听啊。好，明白了。出来，哪儿去了？来了来了，还练不练了？嘿，您别脱这工作服啊！你看，我这都练出汗了，这太投入啊！哎呦，投入好，投入好！哎，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。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，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，
你要是就和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，哎呦，这钱赚的就更多了。要说唱，那就更没问题呀、啊。哎呦，能唱，我能唱。听听听，想当初、我们村啊排过《小儿黑结婚》，嘿，你猜咋的啊？就让我演那小琴。小琴，让我演小琴呢，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。哎呀，我这嗓子这高啊，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，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，愣没截住我，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。哎呀，老太太有嗓子，这嗓子还高兴了。您是不是先下了黑，在家上炕上惯了？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。说得够热闹的，到底会唱什么呀？我啥都会唱，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。就听您做饭这一段，你请好吧，都配合着点。我做的是凤骨炒肉溜皮面，醋溜腰子的排骨，松花扁担的白绫楼，海蜇拌肚滋味足，四两四两那个大碟菜。我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？香不香？香哦，香死个人嘞！哎呀，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。待会儿啊，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。我能唱，老太太。哎，您可别光说不练。别耍嘴呀！我要是耍嘴，我是个棒槌。宫廷玉液酒，180一杯，这酒怎么样？听我给你吹，啊吹，啊吹！瞧我这张嘴呀、啊，一杯你开胃，我喊了一声美；二杯你肾不亏，哈哈，还是美；三杯五杯下了肚，保证你的小脸。白里透着红啊，红里透着黑，黑黑不溜秋啊，绿了吧唧儿，哎呦，蓝巴巴的，什么色儿啊，紫溜溜的，嗨，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。哎呀，您可把我吓坏了。这酒怎么样啊？这酒真是美，美呀，美呀。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。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？就这嘴秃噜了。你应该这么唱。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，要腻了80一个都不会。过来看一看，几口尝一尝，吃到嘴里特别的脆。如果你不相信，你尝一块脆不脆？我吃了一块，嚼在嘴里确实它有点脆。为什么这么脆？为什么这么脆？我现在问问你，我它为什么这么脆？它怎么这么脆？它就是一盘大萝卜。又把实话说出来了，你喽都听清楚了。嘿，跟谁讲话呢？物价局。哎呦，你甭打算开张了，你看看你打算开张，我给你个秘方。哎呦，快说耶！拿笔来啊，笔我伺候着。拿笔来，拿笔来，这老人家，老人家。什么意思啊？连啥意思都不懂，你真是棒槌。嘿，他说咱俩是棒槌，你这老太，我的天哪！走四方，你那路迢迢，水长长，迷迷茫茫，一村又一庄。走四，我的
工作不一般，为业主的安全来把关。要问我是哪一个，顶天立地一保安。锦衣做饭不怕苦，家里家外俺做主。要问俺是哪一个，如花似玉小保姆。兰花，说兰花，来来来，哎，咱们两个的事情你跟你哥哥讲了没有？讲了。他同意了吗？同意了。耶，俺说俺找了个公安。哎，我的名字叫刘公安，可我干的工作是保安呀。俺要说找了个保安，俺哥他肯定不同意。他凭什么不同意啊？现在婚姻自由，走走走，咱们现在就登记去啊。哎呀，登什么记呀？啊，俺的身份证还在俺哥身上呢。他凭什么拿你的身份证啊？从小是俺哥把俺带大的，从小到大俺都听俺哥的。你好了，这到底是你哥呀还是你爹呀？哥就是爹，爹就是哥。他长了一个爹样，那整天他牛哄哄的那个样子吧，我骄傲，我骄傲，他有什么可骄傲的？你还想跟俺登记不？我想啊。想就听俺的，对付俺哥俺有办法。其实俺哥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。一会儿俺哥来了，咱就正。你爹来了。讨厌。我的工作不一般，为业主的安全来把关。要问我是哪一个，顶天立地一保安，我骄傲。哥呀，妹儿啊，干啥嘞？我到处找你。和刘公安聊天呢。和他有啥聊的？我最烦他。刘公安，哎，我妹妹有对象了啊！俺妹妹找了个公安，我是个保安，俺家专业对口，我骄傲。妹儿啊，303张老师请咱们吃饺子，走，吃饭去。哥，我听刘公安说你训练的姿势可帅了。那他还说了，做梦都想让你帮着训训。这话不像他说的。真的。刘公安，哎，我听说你想让我训训你啊？实话跟你讲吧，训我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呢。这是他的心里话呀，这个小子太凶了，走，吃饭去。不敢了吧？你吓跑了吧？你吃饺子去吧。哥，他瞧不起你呀，他很狂呀。算了吧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还真要训训我呀？好呀好呀，街坊邻居都在这里，来来来，大家鼓鼓掌，让他训训我来。好，来来。你狂啥？你过去在哪儿站岗？养鸡场。现在小区。你档次提高很多呀。为什么？现在你是为人站岗。过去嘞？过去你是为鸡守蛋。咦，你啥意？我还训不了你了。都有了，叮咚，教练，李明，哥，你真帅。那我的动作我骄傲。都有了，稍息，叮咚。你错了吧？我没错呀。我觉得你往后退了。我没退啊。啊，中中中，我退回来啊。咱俩现在是平了吧？平了呀。都有了，稍息，叮咚。你退了。哎，我没有退啊。哎呦，我看着你退了啊。我就是没有退。你就是退了。你看看，我妹妹都看出来了，你就是退了。站俺哥你坐。都有了，稍息，叮咚。对了吗？这样是对了。都有了，稍息，叮咚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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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你提高很多呀。刘公安，我跟他学什么呀？我跟就这个。那要学的太多了，当好一个保安啥都得练。嘿嘿，练拳脚，练眼力，是不是咱小区的人一眼就得认出来？那边走过来两个人，谁？那是物业公司的黄总。哎，他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啊？旁边那个女的不是啊？耶，昨天不是真的。那会是谁啊？我不知道。快！啊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怎么办？那这不该看了，别看。哦，那是人家黄总他妈。阿姨好。哎呀，咱这个小区是个和谐的小区，住的都是有能力的人呢，人厉害，养那个狗更厉害。妹儿啊，轻易不要惹呀。惹咋了？惹，咬你呀！哥，你的手让狗咬了。怎么？情况是这样的，昨天呀。真大的一条大狼狗啊，冲着303张老师家那个小孩就冲过去了。哦，张老师家那个小孩才3岁啊，吓得哇哇直哭啊！我这干啥嘞？我这保安，我这管的。我说你干啥嘞？那狗，你过来。
你这么讲话，那个狗能听得懂啊？我发现这个问题了。对啊，我说你，妈有妈妈，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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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，哟，他还真听懂了。哥，你真牛。那看见了吧，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。我还得对这个狗进行批评和教育啊。干啥的？凶啥？你还咬人？你咬人这小孩算啥？有本事你咬我呀！你敢的，吓死你！呀哈！哎呀！哎呦！这条狗真的很凶的呀！狼狗啊！哎呀，狼狗！啊！哎，小马！哎呀，我到处找你啊！你手怎么样了？哎呀，没事，大娃。哎呦，你看我这孙子，这真不懂事，把你手给咬了。不是不是，你孙子？啊，这是我孙子，你还不赶快道歉？哎呀，你看，哎呀，这个孙子真懂事啊！哎呀，来来来，孙子，哎呀妈呀，这真咬了我呀，他是啊！哎呀，老马呀，哎，就是这条大狼狗把你给咬了。哎，小马，哎，你打第二针狂犬疫苗，大妈可得跟你一块儿去。找。啊，好，那我买菜去了啊。好嘞。哎，快，跟叔叔再见。再见，大侄子。再见。老马呀，啊，你有这样的侄子很骄傲呀。骄傲这个词放在这儿不合适。训练。啊，我不想训练了。哎呀，为啥不想训了？你说了。不想干保安了。啊，我不想干这个保安了。呀，哥，不得了了，他不想干保安了。你为啥呀？我觉得干这个保安没有什么意义的。你干啥有意义呀？你在北京工作又是干保安，你爹你妈多骄傲啊！北京是啥呀？祖国的首都啊，那就是祖国的心脏。你在心脏里边干保安，那就相当于胸脯肉，多值钱呢！不管你怎么讲，这个保安我是不愿意干。哎呀，出了啥事你跟俺哥讲啊，没有俺哥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吧，哥？那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啊。那好吧，老马呀，我找了一个女朋友，这个女朋友很爱我，我也很爱她，可就是她的家里人死活都是不同意。张成，你这个样，他们家不同意很正常。哥，啊，为啥？他们家要给他找个公安，可我是个保安。公安保安平级嘛，公安有啥呀？公安有枪啊。咱保安有棍呐。那人家公安那身衣服好看呀。咱这身衣服也很酷啊。穿上咱这身保安服，好看、精神，那就是首都一道灰色的风景线。这些话我都讲过了，没有用的。你跟他说重要的，那奥运会无与伦比。对，安保工作多出色。安保那就是说咱嘞。这安保怎么会是说咱嘞？你是干啥的？保安。倒过来，安保。我骄傲。那人家家里死活不同意，你说怎么办嘛？他家谁不同意啊？他哥。他哥凭啥呀？他哥咋真王八蛋？他哥是他爹呀。老弟，别往心里去，是不是？你这个小伙很优秀嘛，是吧？你看你这个个头，哎，你看你这个形象，哎呀，你看你这个眼。哎呀，我娘啊！哎呀，怎么了？我的样子我骄傲呀。好啊，气质很硬啊，老弟呀、啊，我跟你说呀，人这一生啊，会遇到很多的困难，是不是？要乐观的面对，勇敢的向前。只要咱干的不一般，天仙也能加保安。我就是干的再好，他那个哥也不同意。我女朋友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天仙呀、啊，没有她，我觉得我活不下去的。哎呀，这是啥呀？这是药。药，哥。出事儿了，出大事儿了！你要干啥呀？你还给我！不给！你还给我！我不给！老妈，好，这个药我不要了，我有的是办法。你不想活了？我不想活了。对，哥，出人命了！我不想活了，干什么？你别拉着我！哎呀，你让我走吧，老妈。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，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，但是没有我的女朋友，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的。老弟呀、啊，我不能让你走啊！你别管我了，我不能看着你出事啊！我不想活了。老弟呀、啊，你可不敢真想啊！你还年轻啊，生活对你来说是美好的。恁爹恁妈养你这么大不容易呀、啊，老弟呀、啊，你放心啊，很多好姑娘都愿意嫁给你的。有哪个姑娘会嫁给我呀？我要是个姑娘，我嫁给你。你要是个姑娘，我还不要你呢。你要有个妹妹就好了。对呀，我要有个妹妹就好了呀。哥，我有妹妹呀。妹妹。哥，妹妹，你干啥了？什么？跟你说啊，小六是个好小伙，他还年轻，咱不能看着他出事，咱得救他，先把他稳住啊。老弟，你觉得我妹妹咋样？你不要开玩笑了，你妹妹有对象，她是个公安。
锤了！哥，别说话，老弟，你听我。哥，别捣乱。哥，你有点爱心中不中啊？中。老弟，你觉得我妹妹人品咋样？好，长得美，可我跟你妹妹站在一起，是不是不大般配啊？很般配呀、啊，同志们，般配不般配呀、啊？街坊邻居都说了，恁俩多般配呀、啊！你看你俩这个个头，你看你俩这个形象，你看你俩这个眼，哎呦我娘，我心痛啊！老马呀、啊，哎，老马，我就是怕你的妹妹她不同意啊。没事，有我嘞。哦，妹妹啥？哥，哥求你了，中不中啊？哥，有点爱心中不中啊？哥的心脏受不了了。中。好妹妹。刘公安。哎。俺愿意嫁给你，咱俩终于可以在一起了。啊！我骄傲啊！走，咱们现在就登记去啊！啊，走。哎，啊，身份证啊！对，老马呀，哎，你们还不能去登记啊？为啥呀？他没有身份证。呀，你身份证呢？在你那里呢。哦，在我这儿呢哈。拿走。哥。哥，我骄傲。等会儿，不对呀。怎么不对啊？哎，你咋把我妹妹弄走了？不是我把你妹妹弄走的，是你把妹妹给我的，是吗？大家说是不是啊？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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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绝对不对！我妹妹的身份证在我身上，你咋知道嘞？这俩小子给我设了个套吧？我看看你这个腰子，口腔糖。哥，别叫我哥。哥，俺跟你说实话吧，俺找的男朋友。就是他，你不是找了个公安吗？对呀，就是他，刘公安，是我呀。哎呀哎呀哎呀，哎呀老马，哎呀老马老马老马，哦，好了好了，你起来起来。哥，大舅哥，哎呀，哎呀，大舅哥，哎呀，你别叫了，我不叫了不叫了。哥。爹妈走得早，俺知道你是想让俺过上好日子。妹儿啊，你是在哥背上长大的，爹妈不在了，哥发过誓，哥想让你过上好日子，哥想让你幸福，哥想让你幸福一辈子。你跟哥说，他能让你幸福吗？哥，跟他在一块儿，就是俺最大的幸福。老马，他是我手里的宝，我会陪他一直到老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让他幸福的。行啊，那哥还说啥嘞？也挺好嘞，咱家今后两个保安，一个保姆。咱家就是吉祥三宝，我骄傲啊！哥哥，看啥？俺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？你们定吧，没错。干啥？我把妹妹就算交给你了。你放心吧，大舅哥。干啥？我们两个一起一定快乐，我们三个就是快乐吉祥一家。震动了呢。喂，媳妇儿，想我了？想我你也别来咬。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？我怎么跟你说呢？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！哎呀，啊，所有人都得仰视我，谁看见我都说我有两把刷子。哎呀，哎呀。媳妇儿，媳妇儿，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，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。嗯，哥，哎呀，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？哎呀，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，我要告诉他们，怕家里惦记嘛。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，万一起风了，马上躲避，听没听着？听着了，兄弟们，开工喽！好嘞。
非常好，漂亮。妹儿啊，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，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。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，你知道不？不是，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，我都容易憋过去。妹儿啊，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？我想我老公呢呗。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？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，我帮你找老公。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，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？那你找着了？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？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？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，他是太子啊，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？你就没按活着的找。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？啊，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？蹲两天呐，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。我还说他有两把刷子呢，今儿领我上哪儿啊？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。哎呀，妹儿啊，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，那全是套刷啊。哥呀，哎，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？没有啊，我都听人说了，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老危险了，要不然这大老远的，我能投奔你吗？我邻居家叔伯嫂子的大表哥呀。我知道，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她叔伯哥家的邻居，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？那实在亲戚。哥呀，又咋的了？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？这要是走下坡路，我这个家可咋整啊？妹儿啊，啥事儿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，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。对，不是那什么，没准他现在，你这话你也太多了，你是不是饿了呀？那什么，你呀先垫吧口吃的，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考古队啊、五金店啊、擦鞋铺子、找刷子呗，还能干啥呀？我哥，哎呀，这都啥时候了，我哪有心情吃啊？这玩意咋这么干嘛呢？哎呦我的妈，这是哪儿啊？你别过来呀，你可千万别伤害我。大姐呀，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，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？我不管，你别过来啊。我告诉你，我可克夫，我老公都让我克丢了，到现在都没找着呢。白哥，你别叫我。妈呀，媳妇儿你咋来了？你别过来。媳妇儿你啥时候来的？媳妇儿你看我是谁？老公。媳妇儿。老公。喂，啊，头啊，头啊，我进人家了，安全安全，等这阵风过来再干，放心吧，我知道。好嘞，给谁打电话呢？我们头头啊，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。是啊，就这玩意儿来钱快呀。嗯，反这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。走，干啥去？去你该去的地方。媳妇儿，我都进人家了，我不能这么走啊。对，干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，是吧？媳妇儿，你说啥？我咋蒙圈了呢？蒙圈了，自首去。谁呀？你。咋的了？自首去。谁呀？你。咋的了？我让你自首去。谁？你。我呀。啊。咋的了？不是我咋的了？你让我自首啊？媳妇儿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？我太知道了，跟老太太玩扑克，你还偷大王，你啥人呢？啊，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，俩溜大四个溜粗，给老太太都炸哭了。行了，媳妇儿，你别说了，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，我也不怕你惦记了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其实我是蜘蛛人。啥玩意儿？蜘蛛人，你吐个丝儿我看看。我吐什么丝儿啊？我呀，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还蜘蛛人？蜘蛛人那罪也是你能遭的吗？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，这么漂亮，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！新闻上都播了，
人，见义勇为，进火场救人，他们弘扬了正能量，那都是救火英雄啊！就你这个样的，还搁这冒充蜘蛛人，你瞅瞅你胖的，我踢你屁股，你眼袋子都哆嗦了。你当我没见过蜘蛛人吗？人家都在大楼外边擦，你都擦人家屋里来了。为啥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？我是啥玩意儿？你自己看。高空作业资格证流量，哼！你看，我就说我老公是蜘蛛人嘛。拉倒吧，我啥蜘蛛人啊？我都不会吐丝儿，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，给老太太都炸哭了。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？谁呀？你。咋的了？怀疑我？谁呀？你？我呀？啊？咋的了？你给我上一边去！行了啊，差不多就得了呗，我还没跟你生气呢。你跟我生啥气啊？你瞒我？我？你瞒我？你瞒我了？我瞒你咋的？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？喊啥呀？我喊咋的？我生气。你别生气了啊！我就生气。哎娘，你别生气了，就生就生，生吧，反正政策也放开了，想生就生吧。你老公，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，别一见面就生气。哎，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？没有。仔细看一看呐。你刮胡子了。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啊？是这事儿我能忘吗？最后我输了，定的谁输谁要你吗？那你还娶我，你图啥呀？我图伤悲，图啥？行了，别生气了啊！我给你蜘蛛人站、啊、上一边去。哎呀，你推我！我推你咋的啊？再推我一下子。推了。你再推我一下，我推了。你再推我一下，我推了。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。笑了，老公、嗯，我好不好看？说真话，说假话。嗯，先说假话。不好看。是真话。真不好看。我生气了。哎呀！哎呀妈呀！咋的了？哎呀妈呀！完了、啊，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。咋的了？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，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！说人话！把拉盖卡秃噜皮了，给我上一边去娘！完了，把拉盖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，这是逼我放大招呢。我们是夫妻。幸福的小夫妻，最美的时光遇见最美的你。我的生命里有你才有意义，在这世界上，你是我唯一。哎呀，你是谁呀、啊？哎呀我的妈！大哥、啊，我跟你说，你都不能信，他就是我老公啊！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他，人家上天了。不是那个大哥，我媳妇蒙圈了，蒙了。我呀是高空清洁工，我在楼上正干活呢，突然起风了，没招了，就爬咱家来了。一进屋，这不我媳妇吗？那玩意儿，他谁呀、啊？他是咱邻居家叔伯嫂子大表哥。对，大表哥呀、啊，我是你大表妹叔伯哥家邻居，他老公。啊，实在亲戚啊！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，他说的就是你呀、啊！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。哎呀，大兄弟呀、啊，可算找着你了！你是不知道啊，没找着你的时候哈、啊，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。是啊，这回找着你了吧？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。嗯呐，人这玩意儿他可挺有意思哈、啊，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，你说就我这心里头，你说。
还不好说。那啥，哥，哎，我知道不好说，你上那边说试试。哥在那儿说是不是得劲多了？我多余了是不是？没有，这么点一年多都没见面了，你俩先唠，我去定个地儿，咱们好好庆祝一下。行，等会儿，老公，别让哥哥花呀，哥拿500块钱。多少钱？500。400块钱？你要300块钱干啥呀？我兜里就200，我最多给哥拿100，先付10块钱首付。哥，你可拉倒吧你！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大票啊？这都容易找不开。行了，你也别搁这待着了，咱俩呀点菜去。哥，拿着，10块钱也是钱呢。你老公啊，你咋那么小气呢？这是小气吗？这是抠。我不抠点，拿啥往家寄钱呢？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。我宁可不数钱，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。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，老辛苦了。媳妇儿，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？啥首饰啊？就这个呀。啊，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，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，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，那种感觉像朋友，像家人，像一个村的。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，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首饰，我认为我值了。老公，我给你俩，你跟我回家呗。哎呀，我跟你开玩笑呢。老公，你看，阳台外面下雪了。真美，你想啥呢？我在想，我白擦了。哎，媳妇儿，你等着，我给你个惊喜。惊喜？哎，放下来！老公，你要干啥呀？媳妇儿，把手给我。把手给你。来，我带你看一看我眼中的北京。我求你了，你别生气了。哎呀，你别跟着我了，宝贝儿。我发誓，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，乖。嗨，回家你去。嘿，我们俩在这说话，碍着你什么事儿了？当然碍着我了。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，怎么着吧？哎，我就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哎，亲戚了吧，姑娘。你口味真重，我，哎呀，我没那意思，不，哇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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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，哈，总算清静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嘿嘿嘿，那小孩儿叫我吗？虎，这孩子长得真显老。我是成年人。成年人的灾难呐！
你要在这干什么呀？我练国标啊。国标？我看你像鼠标。我这个人呢，怕乱，想清静清静。啥意思？我们素不相识，初次见面，你就要跟我清静清静？清静，真是相由心生。你人是微缩的，心还是猥琐的。好男不跟女斗，嘿。哎，你能站起来呀？谁说我站不起来了？那你干嘛坐轮椅啊？我愿意，我站着头晕啊，我晕。你晕，你可以回家去啊。太冷清。嫌冷清，去热闹地方坐着。我嫌烦。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。你伺候过慈禧呀？啊。谁伺候过慈禧呀？大妹子，这么回事啊？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。不行，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，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。哟，就你还有舞伴呢？没长眼睛吧？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，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，我不愿意。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，跟公主似的。七个白雪公主啊，和一个小矮人儿。还是个童话故事。瞧不起我是不是？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，一大大，二大大，三大大，四大，哎，看见没？就这个动作，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，我发明的，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。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。我说小萝卜。什么小萝卜？小螺丝。什么小螺丝啊？小驼，我知道小鸵鸟。这是我的地盘，你不能在这儿跳。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？照你这么说，这都是我的地盘呢。你的地盘啊？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？你，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，咋地？还我就不信那邪了，哎。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，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。day and night 就你和我的爱，妹妹何时让我渡过你呀你的河。我求求你了，能不能不捣乱？好吧好吧。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，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。完了完了，哎呦我的妈，完了！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，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。哎，你这老太太啥意思啊？你还想打我呀？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。哎呀，可不是。大妹子，你看。这是我孙子，长得真像你。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，让他陪你玩一会儿，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，你不捣乱行不？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？好的。哎，嘿嘿嘿，哎，一大大，二大大，三大大。不，你笑什么呢？我没笑，是他笑的。别笑啊，你跳吧。一大大，二大大，三大大。又怎么了？他笑死了。哎，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呐。这孩子真淘气，我说他啊。爷爷呀，是在等他的舞伴呢。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？我想去屎！你怎么了，这孩子？哎，怎么回事？啊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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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给爷爷当舞伴了，不当了不当了，行不行？你看把孩
子给委屈的。哎，你俩玩的挺欢呢。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，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，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？你还不让人说话了？就你那舞跳的，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，恶心到家了。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，一个人过的吧？你不也单身吗？你怎么知道啊？看长相。哎，就我这长相，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，那不是童话故事，那是恐怖片儿。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。哎，舞伴，你到哪了？用不用我去接你啊？啊，你不来了？不是，你怎么不来了呢？不，咱都说好了，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？不是说好的事，你怎么能说？行，没关系，你不用考虑我啊。好，祝你们合作成功。好，说好的玩意儿呢，说变就变了呢。您高寿了？我今年还小呢，才70。您都古稀了。喂，老王大哥，我小陀螺。老王大哥，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？太好了，我去。哎呀，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？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。那还看得见你吗？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，那就成千手蜈蚣了。不，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？那行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？高跷？太好了，我去。我勒个去！哎呀，不就踩高跷吗？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？啊？2.4米的啊！天哪，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！我说，您都古稀了，还瞎折腾什么呀？生命在于运动吗？错，生命在于静止。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？你别看王八，你看我。我还是看王八吧。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，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，这身体才好的。大妹子，你这叫退休综合症。新一年身体就发蔫，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。人必须得接地气，得经常下地磨磨，越磨越健康吗？越磨越短吧。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。好了，回家吧，今儿没人带你玩了。是，没人带我。哎呀呵，哎，谁说没人带我玩？看，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。哎，能看见不？能看，这上有显示。你要再嘚瑟，人就挂了。啊喂，赵姐，嘿，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？不可能，不是那个，你是给我3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，可是那七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，你说咋回事啊？不是，赵姐。只要让我去就行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、订盒饭呢。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。不，赵姐，你在家等我，我马上过去，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，行不行？啊，你没在家？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？嘿，我这暴脾气！不是，赵姐，我求求你，你听我说，咱们那个喂，赵女士，您有点欺负人吧？啊，我是谁不重要。都是千年的狐狸，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？他不就想跳个舞吗？那我告诉你，他有舞伴，对，我就是他的舞伴。什么？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？我们还就不去了？哎，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。不是，你过来啊！我告诉你，小菠萝。小陀螺，从现在开始改了。我早就想改了。我告诉你，小拖鞋。我到底叫啥呀？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。我听你的。你给我听好了，小骆驼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会儿仨人了。哎，大妹子，你怎么站起来了？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，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？不是，这
们站起来多少人呢？这是。你听我说啊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你的舞伴。真的？真的，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，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。哎，那我叫啥呀？你还叫小摩托呀？我又改车了。行啊，车就车吧。舞伴，接下来旋转吧，小魔杖。我彻底疯了，我。阻挡着未来，给恩爱，就你和我的爱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咦，你不在，我不在，咦，谁还会在？朋友们，一起是有一个女孩，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，总有许多矛盾和坎坷。他直接把钱打过来不就完了吗？人家是空姐。哦，选择善良与真诚，才能收获美好和希望。骗子，我不是骗子，你是什么？我是个神经病。你看，走，去医院。我不去医院。不忘初心，让快乐永远随行。我是骗子，真不是啊！快跑！我扶过仨，结果综艺协会用心成就我们的爱。车以前开的是大奔。